就美國宣布將2000億美金嘅呢個中國輸入呢個美國嘅貨品咧，就徵收關税10%。喺出年開始咧，將個關税提高到25%。特朗普亦都聲言咧，如果中國係作出呢一個即係反制嘅措施嘅話咧，佢唔排除咧，好快將2600多億嘅美金嘅中國入口即係去美國嘅貨品咧，一並提高關税。即係換句説話嚟講咧，加埋大概個零月之前啊，嗰個關税嘅呢個貿易嘅總額咧，已經係波及到全部5050億呢一個即係美國貨噶啦，中國入去美國嘅貨品噶啦。咁所以就貿易戰打到而家咧，似乎就好似冇機會去再回頭。咁而且咧，特朗普咧，亦都相當有自信啊！即係佢喺唔同嘅場合咧，就話喺貿易戰裏邊咧，對中國嚟講嘅經濟咧係受到非常之嚴重嘅打擊。咁佢話咧唔係因為想打擊中國嘅經濟嚇，佢意思可能想中國死啦嚇，唔係淨係打擊你嘅經濟啦。實際上佢覺得咧嚇呢個貿易嘅赤字咧對中國嚟講咧對美國嚟講咧實在太唔公平啦嚇。咁所以咧佢一定要咧將你要理順咗佢嚇，即係用呢個大陸公嗰個。類似的講法，要理順翻呢個貿易赤字。咁所以喺呢個問題上邊咧，就即係大概嘅意思就話，我都唔想打嘅。咁但係即係實在我哋太蝕底嘛，咁就所以一定要喐啦咁樣。中國咧就聲言就作出一個叫做同步反制，尋晚就宣布咗噶啦。咁佢同步反制係咩嚟嘅咧？就向600億美元進口美國貨加徵關税。咁大概都係最高就去到10%咁上下啫，同時都向世貿組織咧追加起訴美方，就係咁樣嚇。人哋係2000億嗱，一開始嘅時候就500億啦，就加埋500億先啦，300、400、160咁樣加埋500億。咁中方咧就真係有用同等力度有同步反制，咁都係500億。而家啦。讲咗好耐2000億啦，中国呢600億，一半都到唔到吓。咁所以咧，佢就唔系讲同等力度啦，佢只不过系讲同步反制啫，因为冇力啊，冇得同等力度。我喺度，如果大家熟悉即系嗰啲数字嘅话咧，中国即系买美国货咧，大概系1300多億美金咁上下嘅啫，你何来同等力度呢？如果人哋係200億美金，係2000億美金嘅話，你何來同等力度咧？冇啦，冇力啦嘛。咁所以所謂同步反制咧，就只不過係同步，即係時間係一樣，不過咧力度咧就好懸殊啦。咁呢個咧就顯而易見。咁啊，邊個輸邊個贏咧？咁究竟即係中國仲有啲咩把炮咧？仲有咩副 fit 咧？咁講過唔少噶啦，即係例如話趕呢個即係呢個蘋果嘅生產線走咁樣，講完之後。這個中國的高級官員劉鶴黃奇山又安撫這個即美國的巨企，就話我哋不會咁做嘅，你哋放心啦 ，business as usual 嘅。雖然喺度打緊貿易戰咁樣，咁究竟中國點諗咧？如果佢冇同等力度嘅話，佢可以做啲咩嘢咧？咁樣咁似乎咧，我睇翻呢兩日中國嘅官方嘅媒體嘅反應咧，似乎就真係乜嘢都唔做唔到，可能就係用念力。用念力去反制呢個即係美國提出嘅關税，譬如《人民日報》嘅評論咧就係咁講嘅，個標題就係該來的總要來，該幹的就總要幹，咁又係講嗰啲自我感覺良好嘅嘢啦，咁啊話中國係呢個世界呢個製造業嘅第一大國，憑呢個基礎咧，中國係唔會害怕美國嘅，因為華府啊極端措施係會導致美國自身國內市場消費品供應短缺。另外咧，中國亦都唔擔心對美貿易反制會抬高國內商品嘅價格，反而係可以推進商品國產化，或者借機會咧發展出口導向嘅先進製造業。最後一個結論就係話咧，該來總要來，該幹活嘅總要幹。呢句老話說得好，只要思想不滑波，辦法總比困難多。貿易戰暴露了核心技術被鏈住條頸，被卡脖子，金融安全存在風險，國內社會存在危機等等的問題，已經給中國敲響了警鐘了。
要解決呢啲問題呢，只能靠更深嘅改革、更大力度嘅開放，解決深層次矛盾，喺危裏邊咧揾到新嘅增長之機。嗱，你見得到成篇文章，佢係冇拿出具體嘅辦法嚟嘅，咩同等力度啊，咩嗰啲嚇，完全唔敢講，因為冇力嚇，只不過係講一啲咩咧，講一思想嘅嘢。只要思想不滑坡，辦法總比困難多。辦法是什么呢？今天中國現在面臨的個問題，其實很大程度上是由他自己過往、即是印了那麼多的銀紙、跟美國一樣，你人家印銀紙你又印銀紙、所積累下來的危機的爆發的、今天出現那個情況，譬如我們看到通脹啦，我哋見到嗰個 P2P 個金融出現問題啦，我哋見到咧嗰、那個即係嗰個借債到期不還款嘅危機出現啦，我哋見到咧樓房嘅危機亦都係相繼咁出現啦。呢啲咁大嘅危機，隨住呢個貿易戰爆發之後咧，你見到有啲外資咧為咗要避呢個貿易戰咧開始陸陸續續係離開中國。你作為一個製造業大國係靠外資，當你離開中國嘅時候，那些人去一些叫避險嘛，去一些咧冇唔會被美國作為貿易戰對象的東南亞國家，一樣係咁生產啫，咁就會令到中國呢個經濟危機咧係會雪上加霜，會百上加斤，隨時會唔知咩情況底下咧，駱駝背上最後一根稻草咧就會壓垮成個經濟個情況，還是咧就話。2000亿美元的贸易讹诈压不垮中国。文章就说中美贸易战半年来不断升级，但中国始终就是克制理性，有理有节地回应。美方的关税大棒没有吓怕，令到中国惧怕和后退。中国的阵地依然是坚固如初，中国已经不是当年那个任人欺负的中国了。最後結論就是話，任何壓制中國的發展企業企圖都是會失敗的，因為今日的中國已經是全球第二大經濟體，有著無可替代的龐大市場、完整高效的全產業鏈鏈條便利優質的基礎設施。更重要的就是中國有14億勤勞奮進的人民，2000億美元的貿易俄詐壓不垮中國。這些都是很典型中國媒體的大話和套話，套話空話啦、大話啦，又係攬出任何具體嘅辦法嚟。咁我所以睇完呢兩篇文章咧，都睇唔到中國梗喺呢個貿易戰裏邊咧，有啲乜嘢自己把握去做呢樣嘢。嗱，我又睇到一位即係中國學者嘅分析，就係話呢個貿易戰咧，就係美國咧係誤判咗中國。而咧就覺得咧美國呢個貿易戰嘅策略咧係完全唔奏效嘅，唔生效嘅。一位中國人民大學國際關係學院嘅外交學系教授咧就話：貿易戰咧對於美國嚟講咧，特朗普咧短期嚟講係有一定優勢嘅，因為你提高關税嘛，係咪先？係會推動國內經濟向好嘅。同時中國咧因為貿易順差咧，貿易戰咧將對中國啲經濟咧面臨較大嘅壓力嘅。短期、長期咧？貿易戰中國未必會輸的，貿易戰使到美國國內包括農民在內的一些利益受損者和精英階層都是反對特朗普。中期選舉後參眾兩院是否能夠仍然支持現行政府亦都不知道，這個跟中共長期領導中國的情況截然不同。我們看得到呢，這位叫做王毅毅，如果我沒有記錯他的名字，這位教授呢，其實他是一個主流，即是中國的所謂學術界裏面分析貿易戰的一個主流。所謂主流呢，其實是認金上，即是認最高當局的口味而做一個分析的，一直都是這樣說的。我們看到就說，即是他的邏輯就是貿易戰，中國去美國的貨品貴了，包括影響到譬如蘋果這一類，即是在中國做有生產線的，有機會令到呢個 iPhone 都貴埋，對於美國嘅消費者嚟講咧，會構成一個即係一定係會怨聲載道。OK， 呢個是其一。其二，佢睇到美國嘅金融精英，特別係華爾街嘅金融精英，好唔滿意特朗普。
尤其是都係有啲實業嗰啲啊，譬如最近有2000億關税呢個問題上邊咧，啊，亦都去寫信或者提出陳情俾特朗普，就話希望佢唔好再搞，都係好唔 like 特朗普嘅。咁即係話咧，消費者又唔 like 特朗普，學啊經濟金融精英又唔 like 特朗普，於是個結論就係話中期選舉特朗普輸硬，一輸硬嘅時候咧，佢一定要轉題。嗱，佢成個諗法就係咁樣，個邏輯就係咁樣。咁啊，然後咧就呢位學者就話，特朗普政府發動貿易戰咧，係等同美國優先政策，最終會導致美國出現重大嘅戰略失誤。同時，特朗普執政過半啦，中期選舉都面對過這個國內嘅巨大反對嘅聲音，因此特朗普意圖改變世界貿易體系嘅構想咧，最終係會宣告失敗嘅。OK， 咁於是咧佢就講班農啊，即係特朗普以前嗰個策略師啦，同特朗普反咗面啦，但係仍然特朗普仍然係用緊佢提出嚟嗰啲政策嘅，絲毫冇改。白人至上主義啊、美國優先啊等等咧，完全係自私自利嘅做法嚟嘅。嚇，依一系列做法咧，嚇無一不帶住十字軍東征嘅味道，包括呢個北約東擴、打伊拉克等等嚇嘅傲慢與偏見，去拖累美國嘅啫。嚇，嗱呢個咧又係。你看得到就是很典型的意識形態先行的分析。好了，我們剛才說過，就是為什麼說中美國是誤判這個他們說就是誤判中國，中國韌勁很強，繼續可以打這場仗下去，怕都沒怕過，你用這個《環球時報》啊、《人民日報》的說法，但是所謂怕都沒怕過就是拍心口那種，就是你拿出什麼辦法，就是你有子彈才行嘛，你有槍先得噶嘛？2000億對600億，即係證明你槍炮唔夠，子彈唔夠啦，炮彈唔夠啦，嚇！咁你冇辦法嘅時候，唔通即係義和團咁咩？係嘛？即係呢個神靈附身咩？潑狗屎潑狗尿係就解決到個問題咩？唔係噶嘛，打真錢噶嘛。咁然後佢哋寄望於美國人民啦，寄望於美國嘅中期選舉，令到特朗普輸啦，最後就回心轉意啦咁嚇咁。為什麼有人說中國誤判美國呢？除了誤判特朗普打這場貿易戰的決心之外，極有可能是誤判美國那些民粹主義的保守派的選民對於特朗普的擁護，即是沒有錯的、當打這個貿易戰，美國提高中國貨品的入口的關稅，是會令到美國消費者受損的。但是美支持特朗普的藍領，你說得到是受到特朗普的蠱惑啊，什麼都好啦，他會覺得特朗普的政策也都確確實實，特朗普上台這一年的經濟是好轉的，是令到這個所謂美國優先的政策，是令到這個藍領是充滿了希望的。相行而已，特朗普的支持者買東西貴了，但是我收入或者我的職位穩定了，只要我經濟不跌下去，我經濟不滑波的話，特朗普這群死忠是會繼續支持特朗普。所以我經常都說，在中期選舉裏面，特朗普輸的機會是很小，共和黨輸的機會是很小。如果共和黨能夠保持住那個優勢的話，共和黨沒有辦法，一定要找特朗普代表共和黨出來選下一屆總統。再退一萬步，中期選舉失利不代表特朗普的政策會逆轉，因為整個貿易戰我經常都說是壓制中國的崛起，如果這種做法是特朗普是開了一條路的話，因為這個壓制中國的崛起是共和黨民主黨的共識，兩黨共識來的，開一條路覺得是 work 的話，冇得傾嘅，民主黨一定係會跟。我有機會咧都可以分析一下，即係呢條特朗普嘅路線嘅制定者啊，就係白宮嘅呢個前策略師阿班農啊，後來同佢反咗面啦啊。咁但係咧，班農嘅政策咧，班農嘅主張咧，班農嘅論述咧，到今天特朗普係幾乎100%跟隨嘅。咁得班倫嘅論述嘅重要喺邊度咧？咁嗱呢個咧就係完全係可以解釋得到或者分析得到今次
中美貿易戰的根源是在哪裡出來的。甚至很快就已經跨過1000集了，1000集呢就真的一點都不容易的。大家都知道呢，在香港今天那個政經的環境越來越惡劣，政治打壓啦，媒體歸邊啦，大話連篇，這樣講真話的人呢是越來越少的，那些呢就向主子淺味擦鞋的人呢就真的可以這樣說，遍地開花。我們這種不識時務的聲音呢只佔少數的，而且是淹沒去一片歌功頌德的汪洋大海裏面，不知道什麼時候突然之間就好像我在這個主流媒體的封煙節目那樣，砰一聲會被禁聲，心直口快呢有機會呢是會人間蒸發，消失在這個地球。我呢就抱著一個這樣的心態的，做得一集得一集，你們呢聽得一集得一集，雖然呢就好像很消極這樣，但是如果要繼續堅持下去呢都需要很大的勇氣的。我在這裡就對看心直口快這個頻道的觀眾同埋這個實質支持我的觀眾呢致以衷心的感謝。只要你們繼續看，我就會繼續做，只要你們給多一點的鼓勵我，我就可以繼續堅持下去，繼續為大家發聲。你們可以呢就訂閱這個頻道啦，你看這個 YouTube 的時候，你看到以下你的手機或者螢幕的右下角的這個符號，你按了之後就可以訂閱的了，有新片就會通過電郵去通知你的了。你都可以用 PayPal 去支持我的，有一個預定計劃，用這個網址呢，又或者一次過付款都可以，都同樣是 PayPal 的。沒有 PayPal 不要緊，匯豐銀行的 PayMe 都可以，用9331543939，又或者八達通的好易比 OEPay 同樣這個電話9331543939，又或者 Tap and Go 拍住相亦都可以呢用同樣的方法呢去付款的。沒有這些戶口不要緊，用劃線支票寫我名寄來這個地址我都會收到的。用銀行戶口行不行啊？得，你用 Facebook 來 PM 我啦，我就會告訴你個銀行戶口的了。心直口快呢已經跨過1000集了，好多謝大家繼續支持心直口快。